的鲸豚群现身花莲实体港外海，成群结队在船边一起向前游去，时不时浮上水面换气喷水，当中有只白色身影特别显眼。它那个头那么瓜，椭圆形的头看起来有点像木瓜的形状，这群海上鲛客被称为瓜头鲸，而白化的瓜头鲸更是罕见，它像只梦幻精灵穿梭在海中。七号赏鲸船出海时惊喜记录到它的身影，比对后发现原来是曾见过面的老朋友。难得看到白化瓜头鲸，让所有人都好兴奋。鲸群中亮丽身影忽隐忽现。上次看见这只海中鲸灵是在2020年8月7号。那只瓜头鲸就是在背鳍的右边下后面一点有一颗瘤，那个是非常好认。然后在台湾赏鲸业来讲，算是个比较罕见的种类啊，又更难得可以看到白化症的瓜头鲸。更神奇的是，我们看了4次都是同一只。同月同日再看到老朋友，船长也感到相当神奇。近日的太平洋可是热闹滚滚。矫健的在海中追逐，溅起阵阵水花。八月进入轰鱼繁殖季，求偶时在海中互相追逐，抢着抱回美娇娘的身影，同样也被镜头记录下来，让游客们收获满满。华视新闻张义军、梁宏志、沈丽荣，华联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